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4》黑旗。上一集黑胡子死了，好难过。这一集就往接下来主线在下方，可以往下走，经过了一个沉船，阻挡了一下吗？但是不是沉船哎、欸，名字上面不是沉船。啊！先来吸一口好了。范围还挺大的，我先把这个里面的两个东西拿到，然后再回来。路上经过这个也先拿一下。这水下遗迹耶，好酷哦！这个宝箱不在这吗？啊，会不会在更下面？都进不去。找到路了。这里也躲着这个。这个真的很讨厌。哦，计划。刚刚我快没气了。精英元旦，珍贵的东西。再往这里，应该有得到吧？因为他一口气能够游这么远，超厉害的。诶？刚好经过，水里不能带武器。好，走吧。
在晃。哦，哇、哦！看，我被冲回来了。所以这个是 一段时间就会有海流的。这样感觉有点困难哎，是不是开始震动就会有海流？哦，有啊！哦，你还跳更远，我就呼吸一口，因为我怕等一下被冲出来。这种洞穴里的草不知道怎么生长的，没有光呢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还会再一次。好，走。没问题了，先呼吸一下再回去。回程顺海流，应该速度很快。接下来的话，就这样逆时钟吃一圈好了。这个桶子先保留好了，或许我等一下还可能会想要用它。这里真的好酷哦，水下遗迹。再来一口气游到这个宝箱应该可以。哦，这里就是沉船，有沙里面。靠！快转进去！这缝过去。不想被海胆刺到。从这边出去应该可以吃得到那个。啊！居然有一只鲨鱼！臭鲨鱼躲在那埋伏。
呼吸一下好了。上面也可以算是躲鲨鱼啊。一般的油会被鲨鱼咬，躲在草丛里有可能会被鳗鱼咬，困扰哎。糟糕，我的血不到一半了，再被鲨鱼咬两口就啊！再被任何东西咬到，我就要死了。赶快补个血。外面刚好有个童子，不要碰到海胆，不要碰到海胆。好，补血。哦，最后一个。直接瞄准宝箱应该可以吧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不是食物。真的，我会被那只鲨鱼看到。啊！哦。中的粉更多，乖。完成。再来就是回去。血剩不多呢，好险，没有再被咬。对啊，我从下面。绕过去好了，经过这里，顺便捡宝箱和打掉那个要塞。在路上做了装甲的最后升级，哇，这个精英装甲看起来好闪亮哦。血超多，那边刚好有船，来试试身手。钱又被我花光了。Fire！他连一炮都没开就死掉了呢，这会不会太弱？灯团太长了，就跳过吧。没有听见吗？有了，听见。
就先不要用迫击炮，然后还有机会开炮，看看我的装甲到底有多硬。来吧！哦，超硬耶！没有防御，吃下来也才两格。有防御的话，一格。侧面的话稍微痛一点，侧面一发大概有两个半到三个吧。啊，我们也把灯船跳过。中间发现的目的地又是一个海下的东西，打捞。我的船真的超硬，要是有更多钱的话，我就把元旦也升一升。或许我把精英的部分都升完之后，我就可以去挑战那个传奇船只，甚至现在就可以了，毕竟够硬了嘛，不会被打死就好了。这个应该还是吃一圈呢、啊，它中间那个时间可能会有点长。船好斜哦！啊！觉得这样子好难分辨我现在的那个叫什么方位，还是我不知道我的方向，就像这样会卡住吗？原本在水下就不是很好操作了。现在头就跟着这个船一起歪，可以钻进去吗？不是，四十几耶，在这么下面啊、哦，快没气了。啊哦，进不去，真的假的？那死掉了呢？先上去呼吸吗？可是那个桶子是为了之后准备的。哦，不行了，我要呼吸啊！原来开口在下面，上面其实也有。那我在干嘛？冲上去，冲上去！这里是哪里？死掉了。这个难度好像比之前的都高哦。不然我先不要，我还是去捡这些。刚刚应该都在船里面才对啊。这船首像是一只熊吗？这里钻进来躲鲨鱼。哦，鲨鱼别来乱啊！
刚刚卡住了。嗯，这样，好，游过去。我分不清楚上下左右了，这船太斜了。过不去，应该还有别的路。嗯，这里，哦，好昏哦，呼吸好，糟糕，太高了，哦。这个桶子空气量好像比较大、啊，再下去看个清楚。果然这边是过不去的。嗯，啊。从外面呢？啊！后面是这个楼梯，船长室这边。找到一个宝箱，是不是那个碎片？看起来上面就在正下方，我却下不去。有鲨鱼，侧面不行，该不会又是在下面吧？快没气了，我得再去呼吸一口。糟糕，我觉得赶不到哎、欸，太远了。再撑一下，哦，好险！会晕的话，就先别看吧。当初我已经找到了，我自己都快晕了。咦，那边有个楼梯，会不会是？啊！我在游什么？钻进去，转弯、啊，转转，哎呦！前进，前进，这里，对，这里。光游到这边，我就要没气了。就游出来是同个地方。完啦，人要死了，待会去吸吸气。这次没有上次的血，快，快游，腾位。
到底在哪里啊？从船的下方好了，毕竟也是有可能。往下，往下。看得到，吃不到。哦，我都没有地方可以进去。能打破那个窗户进去吗？明明就只是一个窗户。我现在在哪里啊？哦，我又该回去吸气了。啊！这边，对，这边好像还有个桶子。算了算了，我又回去。现在找桶子的话，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我不能最起码带个手锏？我还可以把鲨鱼给刺杀。我又回到这里了，然后气啊没了，那你要走哪里呀？开门，让我进去。好吧，回去，该回去呼吸了。糟糕，是不是太满了？哦，拼了！最起码要找到一个位置可以进去的。好，我确认。哎，这里找到了。我已经要死了，没关系，下次就直接游来这。我们这期 episode 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一期 episode 再见，拜拜。